你都让我开始怀疑我昨晚见到的人是不是 V 了，现在还在坚持演戏，累不累啊？不会啊，玩得挺尽兴的。希望你永远可以像现在这样气定神闲，不要让我抓到你把柄。你没有跟徐哲清说吗？说什么？不要告诉徐哲清我就是 V。如果你敢多嘴，我不介意让他立马参与到脏活里，比方来说，杀个人什么的。疯子！为什么要骗我说会站在我这边？因为我很爱你啊。我本来可以直接拒绝他，但是我却选择陪你演。既然我已经不能留在这里，那我们之前约定的也不算数，那关系结束了。